我们的皮肤结构是由表皮层、真皮层和皮下组织所组成。表皮层是皮肤的最表面一层，它会直接反映出皮肤的健康状况、滋润度、纹理和脸部的气色。真皮层则由胶原蛋白、弹性纤维和网状纤维所组成。 真皮层的主要功能是支撑皮肤的弹性和紧致度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的表皮层和真皮层会受到严重的影响。表皮层，起先，我们的表皮层会出现皮肤干燥、细纹和雀斑等问题。真皮层，当我们年过25岁时，真皮层里的胶原蛋白、 弹性纤维和网状纤维随着时间逐渐减少，造成皱纹和皮肤下垂的现象。要如何彻底解决以上问题呢？对于表皮层，市面上的护肤品可以完全渗透到表皮层，解决皮肤干燥、细纹以及雀斑的问题。New Life 羊胎素含有7种天然成分， 可以从内部强化我们的皮肤。这些天然成分可以促进真皮层里的胶原蛋白、弹性纤维和网状纤维的自然生成，使我们能够解决皱纹和皮肤松弛的根本问题。想要达到完美肌肤，表皮层和真皮层的照顾是同等重要。New Life， 您的天然抗皱解决方案。